咱迄减肥是爱顺其自然，你安都无自然啦。你较早吼啊夭寿食，啊即马则要下性命减。哎，这拢唔是短期间有在调吼，随肥啊随瘦，你慢慢啊来。阿爸，你唔知啦，我伫个较拍拼的啦。那是害哦，带材料吼，甲人偷西仔乌白啦，安尼我是要安怎？我拄仔讲的是如何看到你的头像？无啦，阿爸，啊、你是毋想讲，若是害咱阿细囝，你嘛足欢喜的，对毋对？无啦，来，食啦，来。唔爱食啦，得减肥啊啦。跑步机，啊！你奈个走来遮运动嘞？唔是啦，阿公，我感觉我阿爸哦，敢那有迄号要有海带啊，细囝会拍算嘞，所以我一定爱较认真、较拍拼。阿姑，敢袂安尼？那袂，我讲的时阵哦，我看到你在边啊偷笑。真是的哦。嗯，想怎样？想要跑出想到要起下来老大人会比什么吧？哎，那些不重要啦，重点是哦，我这几天练下来哦，我全身都有瘦，有没有？我脸都瘦了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阿哥，我的腰都没有瘦下来呢。哈，我知啊啦，观众啊，你吼、哦、一定拢无做迄个腰部运动啊，所以吼、哦、腰才会这么难受啦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家想讲哦，今天定来要做迄个腰部的魔鬼训练啊，有无？好，我跟你斗三工。好，行。我是不达目的哦，恕不甘休。好，阿你我给你加油哈。好，曼珠，加油，曼珠。我无相信安尼哦，我搁三袂落。好，海呀，你等嘛。嘿，是我海呀哈，加油，加油。哦，夭寿啊！曼珠啊，你安尼敢袂卡袂？好，阿哥你放心啦，我遐大块挡会牢啦。细腻的吼，袂啦，又袂去断气啦。哦，过来一个，我去听啊，因哦，吼，听吼，即摆在听吼，都甲你讲，运动唔好做甲遮骨力，啊，遐唔知影的物件吼，就唔通乌白用，拢唔听。你看啦，即个母家呢，好家在哦，是教练无敌的，无你一撇遐大撇，我是要哪甲你扛啦？好啦，莫念啊哈，遐听你搁在念。好啦，哦，你还没搞哈。四十三号，哦，来了，哎，看吧，你看你，哎呦，哎呦，妈妈，我手机来一个啦，我接啊。好啦。满足。嗯。这几个月都没有感觉吗？哎呦，医师啊。我才运动几天，我几个月前怎么会有感觉啦？哎呦！满足，我要恭喜你，你已经怀孕四个多月了。哈！上海先生一定很高兴的哦。我怀孕了！啊，阿娥，我怀孕了呢！哇，三九啊，容易哦！你真厉害！好，走走。嗯。谢谢哦！你以后一定要定期回来做检查哦。会啦会啦，我会啦哈！谢谢啦哈，谢谢。哎呦，哎呦，就把哎，谢谢，谢谢哦，医师。啊，好幸福哦！好，你美丽来扳倒啦。嗯，哎，不过当日都吃了减肥餐哦。哎。我看我一定提早见我的周公。是啊，可能你周公蛮想见到你的啊。呸！开玩笑。哎，你尝了烧鹅没有？哟，广东口味好吃啊。我讲，广东口味。哎呀，其实美丽哈，是有女人的手艺啊，啊，为了男人的阿三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他做起粗活也不让人呐、啊，啊，比如什么椅子坏了，灯泡不亮了，水龙头漏水啊，经他这么一处理，小手一摸，哎呦，马上就好了。
有，而且他的心思很细腻，你看看，你看我们两个每次吵架，今天就摆了这个叫做大和解午餐，嗯，哎、真是用心良苦啊，不简单啊，哎，你看这瓶酒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还够下劲呢，你看，好、嗯哦，哎，祝你们酒杯一创，旧仇全忘，哦，真要该做人的独立，真是好，嗯，真可惜啊，他这老是这个不男不女的样子，哎。我看她这个小脸呢，长得还很漂亮，小姑娘嘛，真的、哎、老是打扮成这样啊，看起来真可惜。嗯嗯，哎，老饭店呢？啊，如果美丽啊，她是个打扮成女性化一点，然后跟我们家国泰啊摆在一起，你看看他们两个是不是有夫妻脸呢、啊？哎，你这么是你讲啥？我说你给我讲一遍。国泰跟美丽他们两个有夫妻脸啊？无喏，啊你讲安尼，啊我来观边了。哎、欸，我刚改的祖先上辈五节的。哎，又是你家家的事情跑来问我。我应该像国泰所说的一样，去追寻我的身世吗？如果是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会成为他们的一员吗？我真的能够得到我心中想要的爱吗？爸爸和我所受的委屈，我能要得回来吗？如果不去查呢？让这些事情被时间通通冲淡，我童年的多少苦难，都是来自于爸爸的被迫离家，他冲得淡吗？就是那个把爸爸赶出家门的阿公吗？如果是，那我和爸爸的命运跟他们差别有多大？我们就像是在水沟里爬行的蟑螂，而他们就像是活在天堂一样快乐的人，这公平吗？对，我该要回来的，我要把我失去的爱全部都要回来才对。美丽，去吧。唔知娶到这个吼，什么新妇啦？哈，逐天都叫咱食减肥餐啦，啊，一个好官讲，讲叫咱暗顿我们要食一日食一顿就好啦。啊，无你中昼食迄顿青草的，也无吼，可能吼，免来甲恁饿饿紧死，啊紧分财产，果不中，泡面拢买来食无免喏。啊，阿爸，恁回来啦？啊，恁回来啊？哦，啊，你是去倒位啊？哎呦，阿爸较水些，你去插到另外一个人啦。阿红，安尼敢咪甲你插到？唔是我啦，是家啦。啊，小 baby 啦。baby 哦，有来哦。哎呦，小弟小弟，哎，紧坐紧坐，慢慢啦。哎呦，唔对啊，文卓。啊，嗨啊，无伫个哪会有啊？哎呦，阿姑啊，我安怎巴肚内底个囡仔吼，四个月啊啦，你唔通乌白想这囡仔啊嗨个啦，对啊。阿妹啊，嘿呐。哎呦，小弟。阿爸，你看。这乌是啥？啊？这张哦，是我下晡带班长啊去病院做检查有无？啊，医生就用迄个超音波吼来检查啦。医生翕个，你看，你金孙伫遮有无？有无？遮。这有做超音波。嘿啦。医生甲翕出来无？你金孙啊！哎呦，小弟呀，小弟，哎，班长，赶紧，这拜祖先。哦。慢慢啦。哎，慢慢啦，行。哦，慢慢啦。慢慢啦，行。慢慢啦，行。慢慢啦，行。
后，你就不知道阿公的态度差多少。太饿了，再来一块。谁？嗯，你在吃我？哎，你不要误会，这个不是给我吃呢，是给小 baby 吃呢。吼，来，妈妈喂你。哇，哎，秀娟啊，我觉得我在我们江家终于扬眉吐气了，因为以前呢，不论我怎么服侍你阿公哦，他都没有给我夸奖，但是现在不一样，我只要坐在那个沙发上面，肚子一紧。阿公就会，哦，本就你真高，哦，本就你真厉害，哈哈哈！我在说笑话，你怎么都没有笑？恭喜你哦，二婶。你最近有没有打电话给二叔？嗨，我现在已经不想打了。我每次打给他，他都不在家，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。我。要让他因为拈花惹草拿不到遗产而后悔一辈子。好啦，不要谈我啦。倒是你，哎，你好像有心事哦。我们不要说我啦，说说你啦。没有什么心事啊。说说看嘛。说啦。也不过就是。我本来想送件衣服给国泰的，可是我去找国泰的时候，就发现美丽已经送了一件背心给国泰。更奇怪的是，她自己也穿了一件一模一样的。后来我觉得这样子不对啊，到底我是国泰的女朋友还是美丽是？然后我就去找国泰跟他讲我的感受，他就跟我解释说他们只是哥们的感情，不是我想的那样子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不对啊，要是你觉得呢？好了，我说完了。哦，安尼佫讲无代志哦，一讲就讲几大摊。要是美丽和国泰真的谈恋爱怎么办？哎呦，不会啦，国泰不是那种见一个爱一个的人啦，而且要是美丽太过分哦，二婶一定挺你。谢谢你啊，二婶。可是说实在的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忍受他们穿一模一样的衣服在这个大楼上走来走去，要是别人看到了会怎么想？以为我跟国泰已经分手了，是会有这种感觉哦。对不起啊，货比较赶，所以才请你帮忙。哎呦，没问题啦，不要那么客气。美丽啊，我想问你有关背心的事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国泰穿的那件背心。哦，你想问哪里买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是在百货公司看到的啊。我觉得那 style 跟国泰的很像，所以我就买一件给他。因为我觉得蛮好看的，就帮自己买一件。你说的是这件吗？对。我想另外问的是，有意思是吗？哦，我不知道啊。所以我才问你。那你够爱国泰，相信国泰吗？当然。那就好啦，你干嘛担心呢？不过就是一件衣服嘛，如果你不特意去诠释它，根本不代表任何意义。哎，秀英姐，美丽。哎，来的刚好，等一下你骑车带我去送货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就这些啊。要装进去吗？我不知道。对象要，对，两箱料哦。哦，哎呦，还挺重的。我马上回来。拜拜，谢谢。美丽，哎，说我这背心穿起来超暖和的，你看天气那么冷，我还满头大汗。还不是我会买，动作快啊，等一下迟到。好啦好啦。我就说嘛。这根本就是个误会，是明安和美丽要买情人装，顺便帮介绍人买一件而已啊。那也应该帮我买一件啊，我也是介绍人之一。你是美女嘛，那件衣服不适合你啦。下次换我们去买情人装，让大家羡慕我们。啊。
岁了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二婶她怀孕了，已经4个多月了，还是个男的哦。真的吗？嗯。所以我想，既然我们江家已经有后了，那阿公就不会再逼你入赘我们家了。那我们就可以像普通人一样谈恋爱，不怕他们两个老人家左右我们的感情，太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我们就不应该先回家。去哪里？我们找个地方庆祝，规划一下我们以后要生几个孩子。孩子长大以后要读哪家学校？谁要帮你生小孩啊？毕业以后他们要去哪里工作？应该要生吧，我想。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你现在必须先把感情放在一边，等查明身世之后你就什么都有了，我还把所受的所有委屈也都讨得回来。哎，老潘姐呢？就快有小孙子了啊，开心了吧？当然开心了，你感觉很好。提莫吉是不能养，那好，那就好。哎，你看看国泰跟秀娟他们那么相爱，哎，假如让他们真的结了婚了吧，哎，这个入赘的事，这个协议就可以算了吧。好呀，哎，过蛋糕过鬼了，嗯，为什么还等5个月？嗯，哎哦，怀胎10个月呢，啊，我若无亲目睭看，有迄落久久口香糖的有啊，嘿，为了保险。免费开药，什么叫九九口香糖？嗯，九九，多九九啊！哦哦哦哦，带把儿，什么叫带把？就是九九嘛啊，九九，哎呀，老潘爹呢？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啊，既然科学鉴定啊，说他是男孩，他一定是男孩，你担什么心啊？对了，科学当一块嘛，好。阿梅，你不是找我，但是都不能不理。说你，我是你心上。哼，不，美丽她这种状况是不一样的嘛，她这比较特殊嘛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哦，我若无亲目睭看哦，拢无准成啊，免讲。你要是眼睛瞎了呢？眼睛瞎，我说不要红包啊。你要是手断了呢？你敢手断呢？到底有什么鬼啊？哎呦，你何必哎？你就阿莎了一点吧，这协议就算了，好不好？不简单啊，我带你拍照，免逞强啊！你，潘姐，小爸拍照。老万爹，你真是啊！你这太可恶了！你真恶了！哼，你永远不要再过来。小爸爸，怎么了？刚不是看你跟江阿公在那边吃早餐聊得很高兴吗？我高兴什么呀？我恨不得抽他的筋扒他的皮，他真是吃干抹净啊！为达目的是不择手段，讲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他有了小孙子嘛，这协议就算了。他说还要再等5个月，你看看他恶不恶毒啊？他，他以前就这样吗？我认识他20多年了。哇，算起来，那个时候你应该在追许萌萌吧？嗯，是啊。可是啊，阿娥是个童养媳，那个老欢店他是百般的阻挠我。我不管是到他家门口站岗，还是到他家去求情，哎呀，每次回家上半截全湿的。为什么？就是看当时他在干什么。他要喝茶，我就茶香四溢的回家；他要喝酒，我就酒气冲天的回家。有的时候我回家，上半截是一碗什锦汤面。你看看，我跟你说呀。我除了硫酸没被他泼过，什么都被他泼过了啊！你看我的头没有掉了那么多毛，都他害的，什么玩意儿的？那许妈妈应该是爱你的喽。对呀，她是爱我的。哎，可是个老饭店呢。他说他是他们家的童养媳，把他抱回来就是为了嫁给他的儿子江山，可
可是阿娥，阿娥她不爱他呀。再说江山他爱的是别的女人呐、啊，啊，你看这里面多乱。哎，江山爱的那个女人可更惨了、啊，我还可以避开一下，他不行，他得忍着，忍着忍着，他就怀了孕了。啊啊，老饭店那个时候就管得多了，他认为生个带爸了，什么事情都解决了。没想到生下来是个女孩，你知道那女孩是谁吗？她是秀娟。哎，好了，这个老饭店可就火了，就逼着他们俩再生再生再生。第二胎又怀了，就在临盆的时候，真是老天捉弄人呢、啊。有一天的下午，他胖了个大肚子，就从二楼楼梯像皮球滚下来一样，蹦咚蹦咚蹦咚，吭嚓啪，哎呦，就送到医院去了。结果难产死了。这个江山看到这种状况，李家族就一生背井，再也不回来了。这个老饭店，他真是害人不浅，你知道吗？徐波，嗯，那他后来是不是和别人同居啊？哎呦，江山跟谁同居，我倒不知道。不过就算他跟人家同居，我相信他不会爱那个女人，因为他心里爱的是秀娟他妈。对。对呀、啊，嗯。哎，我们怎么聊到这个地方来了？哦，哎呀。刚刚在讨论你有多讨厌江阿公啊！哎呦，先我不要再提他了，提他我血压都上来了。许伯伯啊，上血压，那我泡那个决明子茶给你喝，喝一喝可以降血压。哎，哎，好啊，谢谢你了。哎呦，我儿子女儿啊，从来也没这么关心过我。哎呦，你别客气啦，那我现在去上班，下班回来泡给你喝。哎，好好好，许伯拜拜。哎哎，小心点啊。好。哎。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不想浪费在恋爱上，只想赶快把谜底解开。解什么谜啊？现在不能跟你讲，以后再告诉你。跟我们有关吗？可能有，不过现在我也不确定。怎么了？睡不睡有点闷呢？没有啊，没事，我干嘛闷呢？美丽对你说，她目前没有动力谈恋爱。她都跟你说了。其实我刚听到的时候，心里真的蛮难过的，因为前一天我骑摩托车送货，在摩托车上，她还紧紧抱着我。怎么才过了一天？他就完全失去和我相恋的动力，我真的想不通呀。我想了好久，我真的想不通。不过还好，还好老天也是疼我的，他在最后那一刹那，终于让我想通了。哼，那你觉得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美丽觉得我不够爱她，她完全感受不到我对她的爱，所以我要用最真的感情和毅力来打动她。哼，你好像都已经想好办法了。
那当然，我准备要折1000只纸鹤，等我完成之后，我还放在所有他目光看到的地方，让他感动地看着我为他所做的一切，那就能代表我对他的爱。可是他看到这个纸鹤，他都知道你爱他吗？也只有这种赤子之心的方法，才能代表我对他的爱。好，那需不需要我来帮忙一下？哎，那怎么行啊？我一定要自己折，那才珍贵嘛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吵我了啦，我刚才只是纸鹤了，总不能等他老了或是爱上别人之后我才送给他吧。好，那你慢慢折啊。好，快出去，你不要每次都吵我，真的。我告诉你哦，我那时候嫁进来的时候啊，秀娟的妈妈就已经死了，难产死的，是不是像皮球一样从楼梯上乒乓乓咚咚那种墙滚下来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吼，阿海说阿公很讨厌那个女的。为什么要那么讨厌她？我也不知道呢。不过我听说的啦，你不要跟人家讲哦。就是哦，那个女的其实是个酒家女。哎呦，我们江家财大业大，怎么会允许一个长子去娶一个酒家女回来，对不对？所以阿公就极力反对啊。但是秀娟的爸爸就坚持一定要把那个女的娶进来。所以那个女的进门之后啊，其实就哦，好好喝哦，美丽煮这个汤好好喝哦，港式的哦。哎，满足姨，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阿公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对大叔哎，儿子会对老爸怨恨哎。哎呦，阿公才不会管这些嘞，阿公只要达到他的目的就好了。所以啊，阿公最后把他的希望呢，就放在江海的身上。告诉你哦。其实阿公刚开始没有很喜欢我呢，只是因为他想说啊，要赶快找一个人继承香火啊。那时候刚好我跟海在谈恋爱啊，所以他就说，那你们两个赶快结婚好了，这样子我才可以抱小孩啊，抱孙子啊。结果嘞，怎么知道我一等等了10年，我现在才怀孕。啊，其实阿公也很可怜呐，你看。财产那么多，钱赚那么多，可是也不知道要干什么，一天到晚就想说，哎呦，我要赶快找一个人来继承我的财产哦。哼，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我怀孕了，国泰入赘的事情还有的吵。对啊，今天早上阿公还在跟那个许伯伯吵。哎呦，那是阿公在逗阿兰一下闹着玩的啦。其实阿公知道我怀孕之后就很安心了啊，可是他可能想说，哦，以后两个人没有话题可以抬杠。所以才死咬着阿兰鸭不放。哎，拜托，其实大家都嘛知道阿公是闹着玩的，就找阿兰鸭一个人很紧张，想说啊，怎么办怎么办，国泰要入赘，国泰要入赘，就这个样。原来是这样。哎，不过其实吼，要是阿公没有那么自私吼，阿公其实是个好人呢。我要接啊，宝宝是我老公打电话来，等我一下。喂，嗨哟，啊，哎，秀娟哦，啊，有啦有啦，在吃麻油鸡啦。阿公哦，阿公去帮我买婴儿床啦，嘿。啊，对啊，没有啦，美丽煮给我吃的啦。哦，好好好，啊，你自己要小心哦。好好好，好好，拜拜拜拜。秀娟姐还在吗？她哦，在跟她主管开会，所以要晚一点回家。哦。哎，美丽呀。其实我注意你很久呢，我发现呢，你其实有一些表情跟动作跟秀娟很像。妈，其实我那时候以为啊，你是要来跟秀娟抢国泰，结果发现，结果发现像我这种型怎么会喜欢男生？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没关系啦，我很强壮啊，不要担心啦吼。不过不只是这样啊，我觉得你也对我们很好啊，对不对？还做汤给我喝。满足意，我是来跟你们做朋友的，做朋友当然应该要拿出真心嘛。嗯，有啊，我感觉到你的真心了，你要下去煮这个麻油鸡给我吃，港式的哦。哦，啊，煮很久哦，赶快吃了，都冷掉了。好好好。
我都告诉你一件大事，我可以有更多的精彩。我想说。